叽叽嘻嘻 ，Happy Aki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鹦鹉妈妈 Susan。今天我要分享间歇性断食对健康的好处，以及如何正确开始这一过程。间歇性断食不是一种饥饿的方式，而是一种调节激素、降低胰岛素水平，并激活生长激素的策略，从而帮助减肥、改善认知功能、提高情绪、增强免疫系统等。在断食期间，我们的身体会开始利用储存的脂肪作为能量来源，而不是直接消耗肌肉。你可以从推迟吃早餐开始，在两餐之间不吃零食，并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。你的目标是至少保证每天有18个小时的断食时间，并尽可能达到20个小时。对于更进一步的挑战，你可以尝试一天只吃一餐，从而达到大约23个小时的断食时间。这种方式可以显著增强断食的好处。定期进行几天或更长时间的断食，可以进一步增强和重建你的免疫系统。在断食期间，补充 B 族维生素和电解质非常重要，以防止营养不足。你可以喝咖啡、茶和水，但要避免含糖的饮料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点赞和分享。如果你有任何关于间歇性断食的问题或经验，欢迎在下面留言。